日闫妮一身黑色抹胸搭配长裤概念亮相某品牌春夏时装秀的红毯，完美瘦身后的闫妮果然又美出了新高度。瘦了更美的闫妮还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穿搭，让我们好奇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瘦身秘诀呢？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秘诀，就是那个女的嘛，就是能想睡的时候就多睡一点，然后晚上少吃一点，就让自己的反正就是说还有就是稍微心态好一点就可以了。此次闫妮来为旅院站台助阵，也算是尽心尽力，除了夸奖外，还表示了自己想走秀的心情。跟女儿说，我说我都想上去走一圈，就是有这样的冲动。我觉得其实女儿的衣服我原来一直也都穿，我觉得很适合我，很简洁大方。我觉得让一种观看者和被观看者都有一个想象的空间，所以我觉得很喜欢。那有没有想过自己去设计一下，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服装或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不是，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哈。我觉得这个不敢乱涉足的。